阿兵哥残忍虐狗，看得出来场景就是某处军营的晒衣场。更夸张的还有这些照片，大伙集体阿鲁巴，甚至玩过火，连裤子都脱了。军中生活点滴，阿兵哥架设个人部落格，全部抛上网，媒体曝光，军方颜面尽失，传出通令各单位，只要发现官兵私自架设部落格，一律关紧闭处分。既然是不雅的照片，我要维护我国军整体的形象，我就会予以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理。强调并非禁止架设部落格，而是内容不能破坏国军形象，还附带一项这种生活照看似 OK， 但是背景竟然是乌丘飞弹阵地，泄露军机也要法办，就连穿着性感的辣妹身份却是女军官，有损军威也不行。军方命令一道，立刻有网友留言，根本是干涉个人自由，搞得国军部队现在谁敢拍照谁就准备倒大霉。记者郭海、赖文忠、张兆元台北报道。